大家好，我是张宇。您现在收看的是江西卫视《跨越时空的回信》，这是我们和先烈的特殊相逢。在这里，我们沿着时间的刻度，读懂烈士的家信，再用一封后人回信，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是父亲。这是一个能够轻易地牵动你我思绪的形象，我们可以轻松地说出与他之间的各种故事和感受。但是对许多先烈的后人来说，父亲是缺席的存在，是最亲却最远的存在，所以他们毕其一生都在寻找父亲，只希望能够走得更近些，看得更清些。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两封家书，一起来感受父亲的嘱托和儿女的追寻。1948年4月，国民党当局以妨碍勘论治安为名，在全上海逮捕各厂工会的负责人，当时被党组织安排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孝和，因为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了工人运动的前列，也被列为搜捕的对象。王孝和，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由党组织安排进杨树浦发电厂工作，维护工人利益，领导工人与厂方斗争。在王孝和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4月，当王孝和被列为搜捕对象的时候，他其实有撤离的机会，妻子辛玉英曾跪下来求他，但王孝和却说，这里是我的战场，为了上海地下党和工会的安全，我不能撤离。1948年4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1948年9月27日上午，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行。那天清晨，电厂的工人集体为他送行，而有着身孕、挺着孕肚的妻子辛玉英也赶到了现场，痛斥反动政府滥杀无辜。一时间群情激愤，抗议声浪迫使法警再次将王孝和带回了监狱，宣布改期执行。就在这一天，王孝和提笔为自己的妻子写下了一封遗嘱。他知道他第二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聆听时空的声音。英妻，我很感激你，很可怜你，你的确为我费尽心血，但愿你悟过悲痛。在这不讲理的世上，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亡，为正义而子离妻散吗？不要伤心，应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好的辅导两个孩子，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被谁所杀害的，祝他们刻在心头，切不可忘。但愿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明。你的夫王孝和，血书。1948年9月27日。1948年9月30日，王孝和被枪杀于提篮桥监狱刑场，时年24岁。而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吧，也成为了王孝和留给即将出生孩子的最后嘱托。孩子为什么叫佩民？这个名字
寓意是什么呢？让我们有请回信人，有请。你好，您好，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王孝和烈士的女儿，我叫王佩宁。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父亲，所以我很想他。欢迎您王阿姨，请坐。我们看到王孝和烈士在最后的遗嘱当中嘱咐，把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名字起名叫佩民。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迎来的是一个女儿。您知道这个名字的寓意是什么吗？等于是他给我最珍贵的一个遗产。我猜测他是对我是满怀着那种嘱托，他也不知道这第二个孩子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取名佩明这个名字呢是中性的，也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那么就是对我怀揣的希望，把这个寄托在这个名字上面。您从小的时候就知道您的父亲是一名烈士吗？在您的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父亲对我来说是既远又近，因为父亲的照片每天都挂在我们墙上的，每天都能看到我的父亲，我是很熟悉很熟悉的，但是对于真实的父亲我是没有见过，所以对于我的父亲我是既熟悉又不熟悉，所以我就想接近他，了解他，去理解他。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您的父亲谈笑自若，大义凛然，而且很英俊。就是大公报的记者到提篮桥监狱作为新闻报道，就拍下了这个一组照片。照片中的王孝和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在特刑庭上他依旧昂首挺胸，慷慨激昂，痛斥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暴行径，面对即将判处的死刑也没有丝毫的恐惧与退缩。透过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位大义凛然、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王孝和的微笑是对敌人的蔑视，是对民族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坚信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到来。他在回望什么呢？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大概是前两年才在新华社发现的。那天因为是秘密执行的，所以呢，没有家属。他回过头去，我想他是在找我们家属，他在找我妈妈。但是，我妈妈根本就不知道那天是，他是执行了。随着您的成长，您不断的在寻找您父亲的材料，想进一步了解他。是的，因为我这些照片我是从小就看到的，我一直以为我父亲是很刚强的人，也对他呢也有些不理解。我想怎么父亲既然结婚了有了孩子，怎么对家庭不负责任？我想他心肠怎么那么硬，他怎么忍心抛下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这么年轻的妻子，这么幼小的孩子，还有这个在肚子里的孩子。我就是找寻他的东西，要了解他，我就从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工作过的地方，我到处去找寻他的足迹。然后无意中在上海档案馆找到了我父亲一叠家书。这太难得了，那时我是很激动的，那一摞信找到的时候，我一下子我就不肯放手，我不肯放手，我捧着这些信，我跟档案局的人说，我说这些信都是给我们家属的，我要拿回去，因为我没见到过父亲，所以也没听到过他的声音，也不知道他有那么多的信，所以看到这些信，我当然是很激动的。我就当场我就觉得我父亲好像在面对面跟我讲，我就觉得我是有一个真实的父亲的，并不是
虚无缥缈的，所以我说我这些信我一定要好好的读懂，我就拿回去，后来他们就复制给我了。我回到家里以后，我就是每一封一封一封的看。我算了一下，他是4月21日被捕的，一直到9月30日，一共是163天。现在找到的那个书信一共有50封，那么平均下来就是3天就有一封信。所以我从这些书信里面，我就也认识了我父亲。我想您在读这些信的时候，就好像跟父亲在对话，对，触摸到他的温度和情感。那父亲等于是在马上就要诀别人世的时候，惦念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里面呢有2封信，我是印象最深的。8月1日写给我妈妈的一封信，是提到了我的姐姐。琴儿怎么会病了2个月？怎么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你瞒住我做什么？哎，我坐了牢，累得小孩子也苦了。只听得他在哭，您在哄他说 ：“No No， 阿爹 No。”还有封信，就是因为我妈妈马上就要生我了嘛，所以他就是不放心我妈妈。这封信我觉得也就是对我也是很关心的，对我妈妈的关心，也是对未出生的孩子的关心。啊，因妻如卧，我想您还是仍旧住在3马路比较妥当些。至于洗尿布等等操作，或者可以请邻居家娘姨帮一帮，到满月时再给她报酬好了。就是在关照我妈妈她生产要怎么做。书信当中并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更多的是对家里非常细心的嘱托。你心中的问题有答案了吗？父亲爱家吗？爱你吗？爱家的，爱家爱妈妈，他也爱我们子女，他是很关心我们孩子的，我们这两个孩子的。所以我特别想他，特别想找他。您还走访了父亲当时掩护的战友，战友怎么给你讲述你的父亲呢？上海有一个郭伯伯，他今年已经96岁了，原来是跟我父亲是一个党支部的。我父亲出事了以后，他没有转移，他也没有离开这个厂，但是他没有被捕。他说：“佩明啊，我的命是你父亲给我保下来的，如果你父亲只要嘴巴一讲，讲出我的名字，我就被捕了。”他说你父亲是好汉，是英雄，他也一直很怀念他。我现在就是每年都要去几次去看他，我看到他就好像觉得看到我的父亲，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去看他，他看到我也很激动，他每次看到我提到我父亲，甚至会嚎啕大哭。王阿姨随着成长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父亲，她一直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父亲当初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父亲的爱到底在哪里。我想随着您的成长，随着您的寻找，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我是在您牺牲以后的三个星期出生的。您在给妈妈的遗书里说，未来的孩子就叫他佩明。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哭喊着对天说道，小娃，佩明出来了。不知您有没有听到妈妈的呼唤声？亲爱的爸爸，您在我心中既熟悉又陌生。有时候我会想，我真的有过您这样的父亲吗？我问过母亲，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母亲说，您是穿着灯芯绒夹克、有思想的英军小伙，是看了一眼便让母亲坠入爱河的有志青年。爸爸，我一直在寻找您，了解您，理解您。多年的寻找，终于让我有机会可以与您见面了。在1994年，上海烈士陵园要把烈士墓搬迁到龙华烈士陵园，我向烈士陵园提出请求，能不能看看您。记得那一天，天阴沉沉的，风很大，我就站在您的墓旁边，看着石板一点一点地移开，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爸爸，我们就要见面了。女儿，我找了您几十年了，我就是你的佩明啊，你要好好的看看我。等到石板全部移开的时候，我一下子跪在了您的面前，大声的哭喊着，爸爸，你能看见我吗？爸爸，为什么你不能等着我，使我好好的看看你？爸爸，您知道我有多么渴望被您疼，被您爱呀。爸爸，就差那么几天，您都没有来得及见我一面，我就成了您的遗父女，我们父女俩就阴阳两隔。爸爸，只要有机会，我还会找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我下辈子我们还要做父女，爸爸，你一定要等着我。您的小女儿佩明，写于您牺牲后的71年。好，下面我们有请王佩明女士寄出这封跨越时空的回信，有请。
大家好，我是张宇，您现在收看的是江西卫视跨越时空的回信，名字即印记。王小河为没有出生的孩子取名佩民，对王佩民来说，名字是他与父亲最亲密的关联。他将一张张照片收藏，拼贴出父亲的人生轨迹，将父亲的模样刻在心里。我们刚才在王佩民的讲述中感受到他眼泪里对父亲的无限思念。如果说王佩民的寻找是女儿对父亲的情感眷恋，那么他的追寻便是儿子对父亲身份的确定。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他的父亲叫袁国平。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人，被毛泽东誉为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新四军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推荐袁国平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就任后迅速确立新四军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系统，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卓著功勋，为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华夏，亡国论甚嚣尘上，袁国平深入开展宣传工作，为干部战士树立最后定可战胜日本的信念，新四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迅速提升。1939年春，袁国平提笔给侄子袁振鹏写下一封家信，介绍抗战形势，并决心做个不聪明的人，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给国家民族，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聆听时空的声音。振鹏衔直如箭，敌愈深入愈困难，兵力分散，交通延长，后方空虚，地形不利，而我们前有正规军顽抗，后有游击队积极行动，前后夹击必使敌人之泥足越陷越深。您告诉家里，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祖母大人的辞诏已经收到，白发似乎又添了几根。第二个更可爱的你的弟弟或妹妹又将出世了。岁寒，字。殉道者与不聪明，是袁国平那一代革命先驱者镌刻在中国历史画卷上的永恒形象。1941年1月，国民党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坤遇难。1941年1月15日，袁国平率队突围，身负重伤，战士用担架抬着袁国平一路拼杀。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袁国平拔枪自尽。这一年袁国平35岁。袁国平在阵前动员时说，如果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绝不做俘虏。最终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此时他在信中提到的孩子不到2岁。78年后，他信中提到的孩子是否了解这位自称不聪明父亲所做的一切？他对父亲的追寻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让我们有请回信人，有请。
欢迎您。大家好，我是袁国平的儿子，我叫袁振威，今年80岁了，我是海军指挥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在是一名退休干部。欢迎您，袁教授，请坐。谢谢。我们看大屏幕上呈现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孩就是您吧？是的，这个时候我正好是2个月大。上面写了焕郎，这是您的小名吗？是的，是我父亲给我起的乳名，是湖南话皖南的谐音。这是因为啊，在我出生前不久，国民党的校际抗日，积极反攻，制造摩擦，挑衅新四军，他们捏造了新四军72条罪状，要开市以上的军管会，要我们新四军领导去回答问题。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鸿门宴，我父亲受命应战。而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啊，正好怀我7到8个月，听到这个消息，从不落泪的她哭了，而我父亲却充满了自信。他在安慰我母亲的时候说，只要他们让我讲话，我就能很快回来，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一点点理都不讲，不让我开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就嘱咐我的母亲，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个女孩，就让他学音乐，如果剩下一个男孩，就让他去当兵，名字都叫皖南。我爸爸的意思啊，就是要我记住皖南，记住皖南人民，记住为人民幸福、民族顺存而英勇战斗的新四军。您还不到2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牺牲了，您对他有印象吗？我对我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因为啊，我出生8个月就被送回老家奶奶抚养，而1941年我不到2岁的时候，父亲就牺牲了。因此我的出生之日啊，实际上就是我父子生离死别之时。那约5、6岁的时候呢，我在和小朋友们争吵的时候，他们骂我说你爸爸妈妈死了，我就扑到奶奶的怀里哭了。奶奶在安慰我的时候说，你爸爸妈妈都在外面做生意，来信都讲到你，然后在我脸上左面亲一下，这是妈妈的，右面亲一下，这是爸爸的。等于您最开始对父亲的感受是通过奶奶的安慰，那么后来母亲有没有给你讲父亲呢？我的母亲邱一涵，她1926年参加革命，是中央红军队伍中走完25000里长征全程的30位女红军之一。1946年我母亲得了癌症，在上海治病，兼做地下工作，把我接到了身边，仍然没有见到我父亲。因为我母亲呢，不忍心告诉我父亲已经牺牲的事实。当我问及我的父亲的时候呢，我母亲总是跟我讲，你爸爸在外面做生意，而且告诉我呢，你爸爸呢很聪明，爱读书，待人好，这就是我最初对父亲的印象。到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呢？大概我12、13岁的时候，一次有一个小朋友告诉我说你爸爸是自杀的，我就回去问我妈，某某小朋友跟我讲我爸爸是自杀的，是吗？
我母亲呢，很少跟我谈及父亲的事情。告诉我，你爸爸在危机关头，宁愿举枪自尽，也不愿意连累战友，不愿影响部队行动，他是英勇至今，是烈士。这个时候就晓得父亲是牺牲了，是在皖南事变他率队突围的时候身负重伤。卫士连的连长李普带着卫士连队伍通过的时候，发现我父亲，他们过去一看血肉模糊啊。那么我父亲就问李普，你还有多少人？他说还有100多，赶快把他们带出去，不要再管我了。战士们舍不得放弃他们的首长，炸了一个担架就抬着他突围。过青衣江的时候被敌人发现，100多的个队伍就剩下了30-40个人了。我父亲就对这个李普讲，这样下去我们一个人都出不去，这里的情况还需要向中央汇报。于是他就拿出了一个笔记本，7块大洋，并且对李普讲，指着这个大洋讲，这是党费。正在大家非常难过泣不成声的时候，我父亲悄悄地摸出了布兰妮首相对着这太阳系口中的扳机，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留给了战士，留给了他的部下。那你如何看待他最终这样的选择？我父亲自胜革命是以牺牲一切为代价，远在北伐战争时期，在整装待发之际，他在给奶奶照片后面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道，我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一搏一块，万一凯旋归还，再度此项，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也。在他们看来，只要革命需要，生死都是快乐的事情。他愿将最后一滴血贡献国家民族。我母亲曾经说过，革命是要付出牺牲的，是以牺牲党的好儿女为代价的。所以我们一家都为父亲最后的壮举感到骄傲，感到自豪。然而作为袁国平的儿子，我却感到永远的心痛。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孝子，他却不能在老母面前尽孝，而让他哭瞎了眼睛。他深爱他的妻子，却让他34岁就守寡，英年早逝。他最疼爱的儿子，这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80年来，我无数次在梦中向父亲飞奔而去，但我怎么也扑不到我爸爸的怀里。我这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父亲的父爱，没有亲耳倾听过父亲的教诲，这是我深深的感到遗憾。你找了很多父亲的战友吗？他们怎么跟你讲述你的父亲呢？很多我父亲的战友啊，都对我父亲深有感情，往往见到我的时候呢，都把全部的感情啊都集中在我身上。所以很多我对父亲的了解，就是通过他们的谆谆教诲才逐渐清晰起来的。周恩来伯伯
曾经就跟我讲过，你父亲牺牲是很英勇的，他是政治工作的专家，对军队建设贡献很大，你要继承他的事业，不要迷失政治方向。而跟随我父亲从延安到新四军的顾鸿将军，谈到我父亲的时候更是情不自禁，他说你爸爸袁国平主任他的口才很好，有一次在繁昌之战的时候，顾鸿叔叔呢陪我父亲到武团去开会，说我父亲啊讲话不到一刻钟，群场激愤啊，有的战士把枪都抛到天上。那么顾鸿叔叔说，你爸爸做报告要人笑，个个捧腹大笑，要你哭个个都流泪，他就有这个本事。我想这些战友，这些战友给你讲述你父亲的故事，是让你更多的了解你的父亲。因此我就想，如果没有一批像父亲这样所谓的不聪明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的一切。因此我为父亲所谓的不聪明而感到骄傲。从孩子起啊，我就在懵懂中学着像父亲母亲那样做人，我就是从父母亲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品格，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我在中学就入了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想你父亲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也非常的欣慰，您没有辜负您父亲对您的期望，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中国军人。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您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跟父亲进行一次沟通，给他回信，您想说什么呢？我想喊一声爸爸，因为这个称呼是由我在梦中才有这个机会。我要告诉我的爸爸，我一生都在追寻他的足迹，在人民海军的成长壮大中也有他儿子的一份贡献。我们有请袁教授给袁国平烈士进行跨越时空的回信，有请。爸爸，我是您的儿子皖南啊，1939年出生在皖南军部的我，今年已经80岁了，而您是永远的35岁。在逝去的28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总觉得您睿智祥和的目光，无时无刻都透过那副圆圆的镜片，深情地凝视着我，温暖着我，也深情地凝视着你挚爱的为之泡洒热血献出生命的神州大地。我出生的那一年，您给我堂兄袁振鹏的家信中写道，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爸爸，您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我也按照您的教导做人做事，竭尽全力为人民军队为我们国家服务奉献。爸爸，1956年妈妈因病也永远离开了我，17岁的我虽然失去了您和妈妈，但我也得到了更多的父爱与母爱。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决定由第一书记江卫青叔叔来代管我，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勤妈妈的话更让我终身难忘。他在信中说道，你虽然失去了母亲，但你不会失去母爱，会有更多的妈妈爱你。你虽然失去了家庭，但你不会成为孤儿，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您被评为首批著名抗日英烈。作为英烈的后人，我带您参加了这次阅兵，我见到了许多新四军的老战士，他们都没有忘记您。习近平主席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爸爸，这句话您听到了吗？我为您感到骄傲。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昂首挺胸向主席台敬礼，也向您和您的战友们致敬。我觉得你们正神采飞扬地屹立在主席台上，看着红旗入海，献花示警的中华大地，与10万人民共同感受今日中国的繁荣与强大。80年前，您主持并和战友们一起创造了传唱至今威武雄壮的新四军军歌，各种唱道动静动静，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是啊，当年是你们这些舍己为国、无私奉献的民族英雄，英勇奋斗、牺牲流血，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80年后，您的儿子皖南与万千后来人一起学习你们，也来做放弃个人得失的不聪明的人，勇当先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永不停步。您的儿子皖南写于您牺牲后的78年。那么我们有请袁振威教授给父亲袁国平寄出这封跨越时空的回信，有请。对于王佩民和袁振威来说，父亲的故事都是待解的谜团，找寻是为了弄清他是谁，我是谁。我们在王佩民的讲述中能够感受到，当他与父亲遗骨见面的时候，那种肝肠寸断近在眼前却无法触碰。我们在袁振威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他少年是被孤立渴望被保护的成长的辛酸，急于知道人们口中的父亲哪一个是真的。先烈许国，再难顾家，唯将一志嘱托化为名字印记，荣于骨肉。一声父亲，愿远在天堂的您能够听到。一封回信，跨越时空，传承信仰，铭记感动。长征时期，7名红军在战斗中负伤，危难时老乡挺身而出，守护红军转危为安。84年后，一封被隐藏多年的红军手记，让当年红军的后代与老乡重聚在一起，共同追忆万里长征中红军战士与老乡之间的鱼水之情。周恩来深夜造访，只为托付党的1号机密，伪装者们隐姓埋名，接续守护党的珍贵记忆。
传承者现场为您讲述中央文库背后的传奇故事。